俗语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再出色的球员都有挂靴的时候，要完结他的球员生涯的。今天这一场球比数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给机会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，纪念他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时刻。老型球场的观众席上面一片红蓝色，球迷欢迎球员出场。球正吹雞，開波！艾夫拿，艾夫拿，試下壓埋去啦，橫傳，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。個波傳向左翼，解圍做得唔錯。艾夫拿，整腳直線，傳咗個地波過嚟喎。雷斯古斯塔大脚解围，八号房踢得好好、啊、完全不俾他转身起脚射门，可以解围啊！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传俾艾夫兰，传翻去转头，艾夫兰立翻个波，祖亚坤，努尔加西亚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喺呢度射佢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哇，好彩有人护住个空门咋？直击卡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踢个地波入嚟。球证明踢结束上半场。踢完上半场之后，我想两队喺更衣室里面被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想下有咩方法可以入波噶啦，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其实我哋净系睇上半场咧，有冇话反映到啲咩嘅？今日班波咧真系踢得好辛苦，尤其是系前锋啊，完全都冇波掂嘅吓，俾波方面咧要做好啲啦。场波冇乜进展噃，比数都仲系0-0。经过半场休息之后，比赛而家继续啦。上半场0-0，下半场就睇过啦，一脚踢埋去，入波！边个射入呢一球波嘅咧？啊，呢、這个入波都算符碌啊吓！而家就等緊換人，美斯入嚟啊，梗係想改善下啲比波啦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多啲倒肉嘅進攻啦。巴塞隆達打開紀錄啦！哇，呢、這個失波啊，真係大打擊啦！好在仲有時間俾佢哋咧係反擊嘅啫。泰利。艾夫拿向前传出，艾夫拿为脚直线，喂，踢埋过去啦！捷西斯拿华斯好快咁向前传，哎呀，个攻势就咁断咗缆啦！有机会射啊，搞掂，应该系奠定胜局噶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找下眼搞掂。
佢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。落定，突破咗左路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机会。泰利踢走个波，冇迪迪，直接长传，截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最后嘅鸡声响起。球员们肯定是尽力的了。